經過咗呢四個月咁混亂嘅情況咧，首當其衝受到好大打擊嘅係我哋嘅零售、餐飲、旅遊同埋酒店。喺呢幾個行業裏邊係有60萬人喺度工作，呢60萬人好多都係基層嘅僱員嚟嘅，甚至可以講咧手停就口停。 咁所以呢啲大肆嘅破壞，其實係影響緊好多基層嘅市民。